Adobe Firefly 今日公测，目前开放文字生成图片、创意填充、英文艺术字体、创意重新着色等功能。另外，草图生成图像、创建 3D 并生成图像、拓展图像等功能将在后续更新。Adobe Firefly 支持中文，我也体验了一下文字生成图片功能，大家看看效果如何。